怪你。这里是李欣打蓝宝，两只都Carsa很熟的角色。我个人觉得李欣好像比较占优，因为你带征服者，好像跟蓝宝这样对打的话，是有机会把血拉起来。哇，连推线好像最不太理性哎。对啊，好像怪怪的。而且现在李欣他其实也可以在线上就是打小兵就回血了。哇，没推赢呢。因为可能等李欣他如果像前面我记得有玩狮子就直接买振奋的话，你好像就真的拿他比较没办法了。对，这一套被换的有点蠢。你回去。这里感觉蓝宝有机会，有机会。但卡萨这边是闪现加光加光盾的，对。对，但这里蓝宝如果换血没有直接换到底的话，其实李欣就慢慢用 W 再吸回来，对，吸回来就好了。哇，有点卡了一下下。蓝宝看要不要抓六等那一波吧，因为以卡萨目前的血量是有机会的。哎，打到底了吗？哇，那这边看到底，烫到底，烫到底。哇，没有招了，可以吗 ？Q Q 来骨架，骨架 Q， 哇，滴血反杀，好极限！而且其实刚刚蓝宝在最后一秒还有触发骨架，那还是被踢掉。我这里回去要直接，我比较好奇他什么时候踢，可能是最小圈的时候直接极限的时候一脚把你踹出去啊，他会缩到一个范围就不会再缩了，那就是打来了来了来了，哦天哪！这打法感觉有 bug 啊，不会再动了吗？还是还会再缩？还会再缩一点点。他现在就是直接往前压，应该是还会再缩。还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绕圈圈打就好了。这个还可以，感觉夕阳快发了，踢了吧？踢了吧？再小再小。哦，没有，他要再小一点。他要再小。哎呀，出去烧去了。哎，好像没烧到哎。啊，对打对打。可是卡萨很稀啊。征服者开始，他会打到下一个，下一波兵线来的。好接近，这个 Q 没有中哦，还有一个光盾，两个都还有光盾，两个都还有光盾。夕阳一直在扭 Q， 夕阳在扭他 Q， 又有盾啦，天啊！我觉得夕阳眼神死、欸，好像有点李欣赢了，李欣现在吸引应该应该是赢了，等下一个 W 就好了。哦、他又有盾了，啊，超级久哦，天哪、啊！哎、欸，如果真的是等到最后最小圈再踢，就好了。刚他有点太早，而且他可能觉得想说已经很小圈就这一踢，他应该让他踢出去久一点。他感觉是夕阳有吃到 DOT 啦，但是并没有真的烧很久，只吃到一个 tick 这样子。对。克雷德有感觉有机会。之前的版本，如果你选九筒走上路碰到克雷德是没得玩的。之前，那现在我不太确定，因为你能不能回得回来，我不确定。对，有机会，但我慢慢不排除是我的技术差。我九筒打到克雷德我是很痛苦的，你会被一直拉，然后他就一直敲你，一直敲你。我不就直接三等七。但克雷德这波吃太多小兵伤害了，所以他换血反而是换他最后看起来是输的。对对对，他吃太多后排兵了。哎，又来了，拉回来，哎，没有，没撞到，哎，没顶到，上去开枪。我但他这样子可能下一个 Q 就下马了。这样子克雷德如果直接被打下马，其实很容易被酒桶拉打，就不让你近身贴补攻。但卡萨快没魔了，这边剩一套的魔力了，对对，他反而玩到快没魔了。他现在不能再乱丢 Q 了，因为 Q 的耗魔是三招里面最多了。而且他没有出 AP 的情况下，其实 Q 的伤害不会比 W 高，对，不会比 W 高。而且你又不能放着等他那个 Q 集满，而且他这个是被克雷德，哎呀，他的 E 又空了，完了，哇，有可能要贴上来，光盾，可以吗？哎，下吗？这个点燃烫死吗？哇，没烫死。他这是连三个 E 都没有打中克雷德啊，没中。对他现在是赢一个点燃。哎、哦，可以吗？烫死，烫死，往后拉，可以。哎、哇！克雷德刚刚也是没有办法集任何勇气，他已经下马第二次了，没有狂，应该才是那个了，应该是拉回来。但他现在是少一等，那等一下上六了，应该再一两只兵。这个换血。
哦，炸回来，哦、哇，直接下嘛，吃哎、欸，然后把他抢走吗？哇，好残忍，好凶，好凶，这应该是插一下普攻可以上，倒了，你就要避回家，他还有大九还有时间呢、啊，应该不会到一波倒，哎、欸，哎呀，回不了啊，这个好惨啊。这个血量对克雷德来讲是有点尴尬，克雷德就是想要可以跟你撸的角色，然后再继续上马，但是他这个下马上不去、这个下马直接不见了。对，炸回来吗？回来了。哇，剩一滴光盾，盾、哦、得开。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哦、哎呦，我第一波的操作太漂亮了。其实那一波克雷德是应该要打，应该是稳打击杀的、但是可惜被拉掉。只是说卡萨他在换血的细节就是做的比对方好，对他、就是、對方他酒桶真的是超级熟。左边的感觉就是比较随便 ban。对啦，菲斯我觉得还可以一些、哦。哦，真的开了。那应该是刚刚是真的是讲好的。应该是有讨论有讨论。啊，然后应该这里在看符文。嗯，你带什么我带什么。那我觉得这样就中了于小谢的套了。对。他已经知道怎样带最强，然后怎样玩最强。达瑞斯我觉得接技不算太难，所以两边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吸收。都有在都点符文，应该符文是一样的。哇！哇直接打血路，他三六九先拉到，但他留的血比较多。他多 A 一下，那下一波哇，这个没有砍到。下一波一号应该就我讲错了，好像接技还是差蛮多。这个好像明显多了两下浮空啊，应该是有差了两下。哎、欸，这个也没砍到。啊，拉了吗？三六九先拉人家了吗？哦，你跑了吗？哇！直接进圈，进圈。哇、哦！不换，不换。但这样子的话，三六九还是多一百五。哎、欸，对，对，其实，在两边对决的话，有些血怒真的差蛮多。对砍，不拉、欸，这样子好像三六九扛的兵比较多哎。我感觉三六九哇，没掉，哎，扭掉，流血，流血，流血。哇，一下没死到。哎呦，职业选手获胜，职业还是比较强。我觉得于小是一个人看得太远了，你知道吗？那个其实装备性价比差太多，差太多。多蓝剑多给你血量，然后又有吸血，再一把达瑞斯吧。哦，雷文啊！雷文这只角色现在也是因为，我觉得他的神话装很难抓，因为雷文也很少在比赛场上出现。之前有一段时间会拿来打钢普啦，会，对，但现在好像就也没有了。哎呦，晕到了，晕到了。打钢普那时候是2019年，哎、欸，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在播 LNS 看到 Leaf 玩啊 ，Leaf， 然后小亮也玩，哇，小 C，、欸、这个才是他真的main角。那等一下上六那波应该会直接打一波，而且好像比较厉害的雷文都是用于小 C 的那个造型，我印象中那个普攻动画就是破那什么什么、啊、破刃银行，对破刃银行，好像比较强的都是用这个、欸。他是很早期的一个，哎、欸，很早期，很早期。我看之前看 Bus Bus 实况，他好像也都是用这个，用这个，就是用比较旧的造型。哦，欸、对砍，先开大。哇，伤害沙托了。哇，反秀。哎、欸，那这样是啊，可是还是于小 C。对，因为他刚先，对对对，第一轮先，这一比一。哇，可是有秀到哎、欸，他是劣势装备，然后还打回来哎、欸。二杀四，但三六九应该也算是会玩的，也是没人。然后于小溪刚刚在 highlight 的时候，剑魔是有劈赢别人，对，而且是蛮虐的，所以看一下职业选手跟这个目前业余第一的路人王都是玩很好的。因为我是一个老 J 粉，我也经常听到每一季开季前都说哇 JT 这季超强，对，从世界赛开始就听到了。哦，于小溪这个血量大幅领先，赢了吗？哎呦。哇，那这一把、啊、感觉轻松血意耶，还是要这个血编，要有梦想，他还是要编你，我一定要编死你。他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他是有限制，你最多只能买两件多蓝。哦，这个比赛是有限制、哦、打起来了，哇，那应该看起来又差多哎。好了，达瑞斯不能开台，二杀师雷文都可以开了，没问题了。感觉打应该是他的那个二杀师的那个都打到对最边边嘛。那这样子，如果真的最后是路人王赢，这个结果还蛮不错的。
卡萨一定要守住了，我觉得。听一下卡萨怎么说。希望大家就是看其他实况就好了。我们邀请到的是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卡萨，来接受我们的采访。Welcome to our interview. We are joined by Kasa, who just got the final pass. Could you say hello to our audience? 可以跟大家先打声招呼吗？大家好，我是卡萨。好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有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这么顺利的进入到一 v 一的决赛的阶段呢 ？So did you expect that you can get into the final of 1v1 tournament?一开始肯定是没想过，因为想着自己可能是来玩的吧，想着第一轮打完应该就解散，就回去了，然后莫名其妙打到了决赛。I didn't think about that at all at the very first, because I just think about I maybe will return home at the first round.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想问到卡萨就是，那今天他有用到四个完全不一样的英雄，为什么会用完全不一样的英雄来打这次 EV 的比赛呢 ？So, we noticed that he used four different champions in the 1v1 tournament. So, what's the reason behind that? 因为我觉得全明星就是会比较充满趣味性的比赛嘛。我觉得用同样的英雄的话会比较无聊一点。I think All Star is all about fun. So, use the exactly same champ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boring.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你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模式当中，因为看到你赢的都比较的轻松嘛，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So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is like one-on-one mode？ 最重要应该是就想象力吧，就因为我觉得自己玩的还蛮多玩法，就是感觉蛮有趣的吧，然后他们可能也没见过。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imagination, because I create something that they didn't expect at all. 那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即将要进入到决赛阶段，是要跟于小 C 交手了，所以对于那场比赛怎么看，会有信心拿下 Solo King 的称号吗 ？So you are going to play against 于小 C in the finals. Are you confident to take the LPL Solo King home? 信心是肯定有的，因为我是。就在 LPL 最后一位选手了，就是撑到现在最后一位选手了，然后觉得那句话就是重铸 LPL 的荣光，我辈义不容辞。Okay, I got a confidence here, so I'm the only LPL player stand on this stage, and as the saying goes, I have to rebuild the glory of LPL as the only LPL players stand here. 好，谢谢卡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的赛后采访呢，到此就先告一段落了。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我是余霜。Welcome to our interview, I'm Candace. 那首先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决赛选手于小 C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We're honored here to join by 于小 C here. So could you say hello and introduce yourself a little bit to the audience? 可不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小 C。好，那首先第一个问题，今天有穿特别的 cosplay 的服装，能不能介绍一下今天穿的是那个诺手的哪一个皮肤？为什么会这样穿呢 ？So could you introduce your cosplay suit here? So which skin is the Darius? 我这一个的话是 cos 德莱厄是热血翻转的皮肤嘛，然后这你们也看到了，他皮肤就是长这样的。So this cosplay suit is the Academy Darius.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因为他也是进入到了全明星的 1v1 的比赛的决赛阶段，所以他在之前有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进入到决赛呢 ？So did you expect that you can get into the final of 1v1 tournament of this All Star？ 我其实觉得我运气是比较好，因为我一开始没想到我能进决赛嘛，所以的话，我觉得运气是比较重要的。I think I just got luck, and I think luck is very important. I didn't expect that I can get into the final of this tournament. 那接下来想问问小 C 的就是，今天你的其实每一局比赛都用的是跟对手一样的英雄，为什么会今天选用一样的英雄跟对手是？So you choose to pick the exact same champion as the opponents. So what's the reason behind that? Could you tell us? 第一局的话就是用剑魔 solo 嘛，然后的话也是跟我旁边的这位也是互相帮了我们经常用的英雄，然后的话两个人也是满选是选到了这个英雄，然后的话后面的就是跟369一起的话，我们两个人毕竟都是打上单的，我上单他是职业选手，然后两个打上来就互相切磋一下上单英雄，所以的话后面369我们都是互相就是聊了一下用什么英雄相同的。 So in the first round we just blind peekThe Aatrox and also all of the like frequent use champion was banned out. But second round,
I discussed with 369 about which champion would like to use, because 369 is the pro player on top lane, and I am the top lane player too. So we discussed about which champion would like to choose, and finally we just decided to use the same champion. 那接下来想问问，其实今天你们在跟369对局的时候，你终于选到了成名英雄诺手，但是很可惜，在那一个 BO3 的第一局没有能够拿到诺手的胜利，当时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当时的话，我只能说369的诺手也很强，我没打过他，这可能就是实力问题。I think it's because 369 is really good at Darius, and also I'm not good at him, so that's the only like reason behind that. 那最后一个问题，明天你即将要跟 Kasa 选手，也是 LPL 选手，进行到决赛的阶段，所以你会不会有信心能够战胜 Kasa 选手，拿到这个 LPL Solo King 的称号呢？ So you're going to play against Kasa tomorrow in the final. So are you confident to take the LPL Solo King home? 既然我已经打到决赛了，虽然说之前的话是觉得运气比较好，打到决赛，那我肯定是不能输的，因为打到决赛我肯定得有信心，未战先手这对我来说是不允许的，所以决赛有没有信心，我只能说肯定有。 I definitely am very confident to take the victory home, because I just thought about I only got luck like before this matchup, but right now I'm stand here, so I'm very confident to take a trophy home, and I will not be afraid of any players I played against.那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于小C接受我们的采访 ，Thank you very much。我们的赛后采访到此就先告一段落了。